同风子弟，你一定要奉命相助啊。
Oh.
名定不清好，惊掉
断水要迷失，他如何林子玉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哎，你看看，梅公公，我发财财了。哦，老毛病发作在。啥个老毛病？头痛病。痛病。哎呦！我从小就患过头痛病。哎呀呀！早不痛，午不痛，咬紧关头就有头痛。哎呦！哦，哎呦！快去，快去。两位年轻，万岁要密旨，你等才弱，否不准用责。老臣告退了。太傅，请。
今天是政府抢劫和他的反对共取缔等死等难。
在曹文华进那个夫去定下聘礼。老爷你不要心急，给老身开户门吧，解决道理。老爷不曾，只请曹文华来访。曹文华来了东，怕怕有请夫人。你这一块啊，我叫你笑得好不容易嘞，哈哈哈哈。董乡人用不得客气，快请坐。哎，坐坐坐。那先站着。啊，此次之来，老妈也来，老家也要第四门。到京城啊，足足四十年，响应礼节。今天这见你同乡客人，真叫老身高兴啊！哦，客人三上为师太辛苦了，待老身去煮几只好菜款待于你。客人，你引我大笑啊！哎，客人你不要介意，老身我夸人夸女，喜欢谁来谁去，有话没尽管讲啊。老妈妈，哎，不是也吧？嗯，有话明在肚里，要明出毛病来的，夸谁谁谁。老妈妈一放他讲，走来咚咚咚，走去咚咚咚。这段功夫实在妙极，老身家长一出炉，今人难话，夫人不晓啊。哎，客人，你是妙，不知妙在哪里呀、啊？老妈妈听了。开口更早，话不得我家老爷，我怕你跑出去呀。老妈妈，你莫把枪，我也有你。啊！原来客人外围困两字一儿。好，此次老天客人，请我上上下下看一个仔细。激动了，礼到了老。恩师，欢喜定我为人民草牛，这请上恩师的意，请这养生一杯。罢了罢了，闹闹闹，快去祭祖师母。原来他是郭老夫人。不用多礼，哎，我的乡里外面有客问你。啊，是我的乡，哎哎，说的是好啊。哦，我的家乡。
也辛苦找娘的事招，比生我空也得万况。四母，你听错了，我方的是你四母接他，一直四母身上起家，随便来拜，做日动天。亚人。为辛苦少女数万用愁，是请爱我来。恩师师母，一声高抬了。夫人，你我早去早听，要找辛苦老女为婿，你为何背弃李空，此次认得他呢？老爷，这对长幼女婿，老身不知。哎呀呀，夫人啊，你不记他体貌受气吗？哎，老爷啊。用对大家又是挖苦又嘲笑，方才是我是夫人忙轻松，大家千万好，总算他有才有貌，出的女婿我不找，老爷为官记记在用真让他也知道不在那听得来做来唱戏，他叫你他家做鸡叫，他叫你家中做扎在西口里不在那、啊、我到大在台不真情是母辈不大台，你知这个女儿自己做事吧。那也好，许娘女儿自己做事，同快请小姐她来。万事中得，万事中得啊！哎呀，母亲，女儿期望母亲顶着娇羞，自己浪子自母，自作妖，八辈千辈。好，老爷，你听见了？儿啦，曹文华提高玉火，平莫插足，儿必为朝廷栋梁之才。可是你母亲啊，为那区区的小子生气了。儿啦，你要自己拿过主意啊。哎，你要自己拿过主意哦。
冒充斯文之才，相爷，我这边。
在考试上的文章，那是我还不点做的。我这个背了三年，才背上早操。哎，行行行行行行，年年是早，迷了是在官庙出去。提起你恰谁来？恩师，师子一生写配呀，牛子强。谁呀你？
怎么赢了？你，你这个臣妇，正是我的命官。别人不知，姑娘我岂能不知？你做人，两天之内嫁过于便是。你既知道到家父前进，我也要叫做臣妇模样来此作何？我是在来试探于你，你果然不是母亲所理。
妹子被赵文华得罪了。赵文华用轿子得罪了。赵夫人，小姐到上我一定会把身为夫妻了。哦，小妹是好在此相逢，正为托子回娶你。啊，弟弟，小姐几在想呀，北平同来同去，此去吧，难遇蹊跷。小妹子与上上两端，那我了得。嗯你说出来宽不明白，弟弟你我分在心上，小姑小弟小弟夫人啊，女儿聪明伶俐，与非三岁孩童，何必是此出节。宝宝，可曾找到？大姑大姐想救了小妹风衣。出来多少时候了？这是半天。半天，来此作甚？公弟，都是媳妇不好，东篱客见宽门弟弟，本可以为他再破吉了。唉，女流之辈，岂可轻易出来？老爷啊。大姐知道风天化日之下，才晓得会发生意外。你骂我也是无用，怕是不招人要紧啊。反正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夸奖？我想至于曹文华与官。哦，至于曹文华与我下官，反正听说清了一道，小弟陪曹文华用轿子在飞了。贾珍，哎，快去把赵文华找来。是，佛爷论女，女孩知书达理，岂为顺他而去？只听到男子不有妇人之辈，妇是生非，岂可下心？是啊。女儿你苦真女高。哎哎，
小姐，他怎么了？嗯、你不要装糊涂，有人是你把他打走了。为哭为笑，我帮他家子家女做家婿呢。哦，曹文王侄儿嘞？小母有啊，彩心，你是掐了我的女儿，欺骗老夫，也在大明虚夸老夫父亲啊。不知何等何等，好万岁！
圣上，老文化殿下夫作为重道也是不能容身，此事所得恐不过虚风，岂有此理。老文化推辞家中去姐妹，却把家中自己陪，何必我都是同乡亲爱的，去得正来恰落我自来
上。他是乱世上是配替做事情，他去世上抢抢命运，某文化乱了草坑，万岁他是遇到命中，遇到你正他是双煞委屈。你抢下去。嗯。来。夸夸把亚祖英躺着在深宫之中，好生快帖，不得谁来奉神。嗯。啊，小万岁，亚祖英带我去见郡王。这位亚父老昏倒世上，死的被亚父老知道，恐怕要闹个满城风雨。这便是哦，是好啊！我就给他送美人回去。哎呀呀呀！曹雪芹，你可到哪里去了？让你空出了这百里江山，也就不肯送人这个美人。万岁又要美人进宫，再把下个老怕混个色。太夫乃是山上热闹，我儿对他十分尊重，内里怕官，只怕公怕生，不公。万岁，你能有个明秀才貌，官路成套，吉祥。这东郡民跑告君，万岁恐怕请他前去报访，欲要真到教育面滚滚一次，可能两个老出去，下个老必定阻挡，万岁你可是个抗日之贼。我在哪里做不了钢条子哩？万岁，你真知道真到教告一场，管他。我们会把几位死的告共桥的，此次官再去攻破了告桥。好，此计怎样？曹雪芹，圣公你为朝廷请查，赐朝不报捷，前往杀宋一贼。立子。大
为谁贤人过桥，老夫此去啊，自然不差。女儿失踪，你如去等？国事未从，家事未交。杨登，把老夫的银子送到贵州。老员工，请你留心，把贵州的钱和属于告地大小恢复资金。是，嗯，是。一百升回来，不到正事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你得这家与小姐之中经历相关。对，老爷，早不出桥，迟不出桥，偏偏女儿失踪就出桥，我看你总不有蹊跷。哎，真春桥并非蹊跷。嗯，是啊。铁道回过了贼，从不给予有贼，却只说了夫人海海与我。嗯，是，既是万分忠心，此臣恐怕却是大人慌。哦，曹文华，曹文华乃我亲手第一，莫取嫂子恩礼。他岂为反离父亲，恩家财宝？恩赐，恩将财宝，父亲驾驭呀！是啊，老爷，神仙各独立，只可他相信。这种小人，得知没有良心，故出桥的是为主。老夫曾在深高桥，面试曹文王，此人才华出众，德色非凡。乃是公良之才，才华越高，责他祸害越深。用人不利，逆臣不容。恩赐在一笔尽心，恐怕万事穷啊！老夫血死心塞，自身衰身，老马草人杀毒，何况老夫乃是道朝水夫。死在千里，被人一生，是否中了他人之计？你父正父君，仆奉之音，分明是心挖肚脐，含恨两头。宋玉一儿两夜不去，你再遭月老枉疼你家。此恨，宋、啊。
言你呀、啊，头发又白，胡子又长，你问他又黑，人又糊涂。哦，只有自家的亲戚，他总归为你老爷好。他的话，你给我坐下来仔细想想，仔细想想。相爷夫人，论功果然有不一样啊！果然不一，别挂插棒自告状。我因好道的机关，老奴恶问他俩，这就搞一场纠缠。你猜这家？哎呀，相爷机关搞有一场纠缠啊！神高就高，一查不查。齐地公一查九查，这官官是我高不了高去了。别人是知道圣上的好计，这不是道的话，会有事态你这个曹文华，曹文华，好一个！Yeah.
万事保重，身体要紧。子月，你帮混进亲跨起老爷相公之意啊，是否放心？嗯，是。梦一梦啥，跑一跑吧。既怀这么紧急，恩子快在一副对付的牌坊。哦，喜报高桥，儿子惆怅。近期老夫与宝桥之计，包锦期顶礼下主。恩子，反正哪怕遭到败下口黑，再走不死之好。不要牺牲自讨，还起身自分。写了一个名婿在道，儿徒成朝。近期待老夫礼部衙门保举一份，放你为许耀元令，你是去跨马造镇，号令许耀百姓打杀李梅铁闸，阻止高桥，北道三个里的十七十二十四等，宁为清朝。恩赐用正帅不讲自己。宝贵宝枪一击送雕，两分招牌斗殴。老爷，此言激动一代，你们要多加小心是啊。是我放心，子睿记住了。写起谁母来？老夫人，老夫人往公公家到。啊，恭喜老夫人，贺喜老夫人。王公公啊，喜中我来！哎，小姐的正身母已经查明，这今日为太保要厉害，既一名公产下一女，与太妃结婚之女，请求我把她放到贾府门边。此女身上藏有罗布玉佩一张，是老夫人交给我的一张，正好穿着一对。哦，罗。古顿人正是啊，老奴一向是禀报过他，过他多年在自治也有所闻，现今相爷是家王姑，真不王姑。哎，老夫人，只要王姑十九年，辛苦了，幸而不早。王公公啊，女儿已经失踪了。啊，王姑到哪里去了？大街之上贴切为求，不见了。哎呀！王姑之中十万种吧，不请相爷大走。哎，王公公啊，侠妇勇气不得，胖子恶鬼，老爷王子去也要出挑，你不杀姑姑，死生也难保，叫他如何去寻找女儿啊？岂有这本事嘞？好，带我去禀报过他。王公公不你禀报，请公公代劳，请找我女儿下楼。好，夫人放心，老奴一定十分打造。哦，多谢公公，多谢公公。小心哪里？哎呀！
啊，这个这个别送你这种话啊，这这这真的一起回不来有功孝顺老太娘。哪了弄的？这是错了错了。母亲，那个对于镜子嘛，对不了弄的。你儿子呢？哎呀呀！母亲，要为你儿子治呀。对面的镜子嘛，那边的镜子嘛。哎，你弟弟已经许下婚姻，事务太轻。母亲，我就去告弟弟。你弟弟呀，既早问我这份婚事，他岂肯答应？得为娘慢慢的劝他啊。母亲，这个弟弟孝敬你老人家的电波里。哦，你认的是谁呀？弟子了。哎呀，为何不来投亲呢？哦哦。
用不大快没不计较他thank you.
Thank you.
前途明白了。他在狱之内，你用我替他作弊告求，送他到城中府囚。此次这龙早另请他点到何贼？下回我会进此案，定要一本再归，可取你与儿与令自罪。哎，干得好，干得好啊！徐子元乃是不良之人，老夫我啊，告过他立身不敬。哈哈哈哈少年府总无音信啊！哦，这批起了。哎，老爷，女儿的身世已经大门，她就是为他儿子女呢。怎么？哎，王府之中，只无想过他回报。老爷，你一定要设法找到女儿啊！这叫老夫到哪里去找啊？想找兵外要人去。你父正不去左文华岂肯承担？哎呀，你他的浑身上相似有，为何必须私吞私吞啊？我一人几次私吞，左文华改掉过人，飞入百里土人。向你夫人，王公公托人送来四信一封。哦，老兄，曹文华好走一杯。十年的四高桥，朱道风，四高桥，赵雷，四等口，外在龙兵大路，一个龙王，他的是你千夫之内，千夫之魁。Thank you.
you